那今天我们有美食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文彦你好。 那今天我们有美食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文彦你好。主持人好，嗯，那今天我们有美食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文彦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家好。对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请吴主厨先来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年菜料理？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嗯，今天为各位带来两道料理。嗯，第一道红运生香炖南州，是不是这一块？哇，是的，哦，不错哦。它的主要食材内容有吉黑猪的南排肉的部位，哦，还有加入了一些花旗参。 以及红菇米，红菇米，是的，就是它的主要材料就是猪肉跟这个，对不对？是的。哦，就这样，就可以炖出红红的一道。做法是先将红菇米用果汁机搅碎，嗯，加入水、冰糖、盐、花旗参等，嗯，炖煮一个小时即可以食用。只要这样一个小时就可以食用。是的，因为红菇米它有年度的特性，嗯，所以它能够将花旗参的。 淡淡的香气以及肉的香甜，完整的封存。哦，对，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感觉上还蛮好吃。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蝴蝶包。哦，蝴蝶包。对，感觉有点像挂包呢。是的。嘿，所以食用的时候，建议如果不会做的话，到市场买挂包也可以。嗯哼。或是夹着一片有机生菜。嗯。再一片肉。嗯。敢吃。 生味的人可以加一片花旗参，这样吃起来它更能够增加它多元的口感。哦，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如果家庭主妇嫌麻烦的话，我就自己来喽，不客气喽。哎，那个文彦也一起用好了。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它其实跟市场上挂包是不是很像？对。哦，它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职业用可能要。 要外表比较美观一点哦，这样子就是一般餐厅跟五星级餐厅的不一样的地方哦，讲究了在这里。好，那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是这样子吗？这样子，先一片生菜。哦，先一片生菜。对。好，师傅道具很齐全。师傅，你帮那个，你帮文彦服务。 我怕你这样来不及，一片生菜，然后呢？再一块肉，哦，再一块肉，然后你，哦，这样子，哇，真是豪迈，对啊，真的是非常豪迈，上电视就完全弄我们小片就好，哦，这样。 这个其实你炖一个小时就会有这些酱汁跑出来啊。对。哦。它而且都不用另外勾芡，它红菇米本身有粘度。哦，所以还要再淋一点这个。是的。哦。如果你喜欢生味的话，可以多加花旗参，对不对？对。哦，这样子吧。我们就就着这个青菜一口咬下去嘛。对啊，就这样子吧，是吧？是。就豪迈的咬下去吧。是，它因为红菇米它有天然的色素。嗯。所以。 既能够吃到吃出健康，也能够呈现它的美感。嗯，还好今天有电池。嗯，就是很好吃的，有生的味道已经入在那个肉里面，感觉有那个香气在。对啊，所以一咬进去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健康的。嗯，是。嗯，那你这个肉其实它还蛮。 蛮扎实的，那口感上面。是的，因为吉黑猪它有媲美神户牛排的大理石油花，所以它的肉质相当嗯，相当嫩，而且具有弹性。嗯，对。嗯，这会饱，这吃了会饱。对啊，吉黑猪其实那个文彦对猪肉很有研究哈。要接话吗？对啊，就是那个。 猪其实它的其实猪肉它用的猪肉是比较讲究的，对这个刚刚师傅讲的这个吉黑猪，其实这个猪肉是来自美国的爱达荷州跟蒙大拿州比较天然的环境下去饲养，那饲养的过程跟一般的传统的那个猪肉是不太一样。那一般我们熟知的猪肉就是一个圈圈养起来，然后就每天让它关在里面养。那这个自然猪它平常是不用打针的，然后也没有那个。 打荷尔蒙，就让它长得更快，所以它的生长状态都很自然。那
一般来讲，一般台湾的猪肉可能养殖六个月，那自然猪的生长期间会长一点，因为它没有荷尔蒙的刺激，所以它生长的时间需要可能再加几个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那整个过程它也不像我们台湾可能什么杂食都随便喂，那它的那个养分也非常的讲究，它会使用大麦、小麦，还有调配过的那个谷物配方去饲养它。哦，所以是比较天然的。对，再加上那个爱达荷跟蒙大拿州都是我们很天然，就常我们去看什么大峡谷啊这些，那个环境优美的地方生长，水源也很干净，就是比较没有污染的地方，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它整个生长环境是很健康的。是。那这个猪香，它真的肉质真的吃起来蛮特别的。对啊。那我们想问是说，这个你是用哪一块猪的部位去做的？我是用极黑猪南排肉的部位。南排肉啊？对。南排肉是在？南排肉就是胸腹这边。哦，胸腹这边。哦 ，OK OK。所以其实就是跟那个菜市场或者超商讲一下就对了，对不对？是。因为平常没有在做菜，不好意思。这个产品可能一般市场上还比较不好买，那除了跟那个直接跟我们进口商直接订购以外，那可能要有特别的餐厅有在特别使用，那零售的部分目前是比较少的。哦，这样子啊。所以你像想要吃到就是这样子的猪的特别的口感，那就只好去饭店吃，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算很幸运了，从饭店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红谷米炖牛猪腿炖腩肉，对，好，所以这个是猪的，这个我觉得是猪的顶级啦。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师傅来介绍。他还有带来另外一道炖的汤品哦，也是很补的，很适合年菜的时候上桌大家一起享用。马上回来。